接下来呢，给大家说一件事儿，那就是马上就要去北京参加2019升级大会了。大家也看，咱们收到了锤子手机的官方邀请，官方赞助咱们一台手机。这一次去北京呢，参加活动，我全程都会使用这台手机来给大家直播和拍视频啊。这是一台这个锤子 Pro 3的啊，一个白色的手机，非常帅气，好朋友们。然后另外，这台手机到时候会免费送给大家啊，在这个微博上面抽。这次咱们在微博上面抽，好朋友们，这个具体废话咱们就不再多说了啊。啥时候抽的话，到时候我在直播间告诉大家，好吧？然后肯定要近期抽出去，废话咱们就不再多说了。然后就到这里，北京见，拜拜。好了，朋友们，现在咱们已经来到了咱们2019今日头条升级大会的现场门口，看到没有？好多人都在往里走，对吧？人特别的多。咱们也去里面，我给你们看看里面都有什么。里面刚才我已经转了一圈了，那太花里胡哨了，简直就已经把我的花花世界迷人眼没有实力，你别赛脸，把我的脸都已经干没了，兄弟。本来咱脸就大，现在是彻底没了。你看，太多太多人，这真的是太花里胡哨了，简直让我的一个农村小土包子就感觉我就来到了城市当中啊，花里胡哨。可能大家会说，那哥哥我怎么干不见你呢，对不对？一会儿啊，一会儿我也会给大家一块玩游戏，咱现在不用慌，你看。这个穿这个橘黄衣服的这个星某人阿星，他里面的是老司机，老屌脏死了，对吧？啊，一个一个，这个是咱们这个激情电玩城啊，玩游戏的，他们在里面玩超级玛丽啊，非常脏，就是非常脏的意思。这里是无条件型的，我先带你们大概的过一场，一会儿咱们再在里面，咱们挑选一些咱们喜欢的玩的项目，好吧，朋友们，咱们再来一块玩，看到没？这里是手工，对，这是个手工制作啊，这里就更屌了，大家看到没有？莫名其妙馆啊，什么意思？你们大家可以看到书画呀、画画啊、写字啊，对吧？就是墨笔中国风嘛，对，非常帅，非常酷，非常炫啊！咱们继续往里走，这是个拍照馆，里面两个小姐姐在拍照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，妈妈我恋爱了啊！对，兄弟们，哎，长得我特别尴尬啊，小姐姐非常漂亮。这里还有一个，哎呀，我去，这个不能走，一走就感觉很尴尬。什么样的契机让你开始这个？现在里面也在讲话，可能有点乱，你们可能听我声音听得不太清楚，对吧？你们就大概的看一看，好吧？看一看。花花啊，花花世界啊，这个是啊一个IG的小美眉啊，这个就江小鱼啊，非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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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出名，非常厉害，礼品对款处，大家都喜欢礼品，大胃王研究所对不对？大多数的人都喜欢抽奖，喜欢奖品，甚至有人说那天哥我关注你就是因为我要抽奖，对吧？你看礼品对款处，哎，老蒋真脏啊。这个是一个历史馆，叫做这个你好历史，上面牌子曝光度爆太高了，你们可能看不清，人也是非常的多。这里是书桌上的紫禁城，这个是天书奇谈。现在我手里用的就是这个，咱们锤子官方赞助的这台 Pro 3啊，锤子 Pro 3这台手机。说实话啊，用了这么一会儿了，给我的感受就是说这台手机啊非常流畅啊，操作起来非常的舒服，整体来说，说实话还是非常不错的。哎哎哎，好吧，朋友们，这期给到咱们到这里，我也去准备下线了，然后大家记住，重点咱们回去之后啊，我找时间，然后来给大家把这台手机免费送给大家，好吧？具体时间的话，到时候我们在直播间里公布告诉大家，好吧，小伙伴们 ，OK， 废话不太多说啊，这期咱们就到这里，咱们下回再见，拜拜。